各位观众，这是我这次大阪环球影城的战利品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的 Elmo 小车车出来了，它长这样，好可爱啊！这样撸，咻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小小兵的小车车，它后面还有香蕉，我们看到好可爱哦。然后前面是转，里面可以看到两个人头，噗噗，咻。好了，再跟大家介绍这个金田一的变身器有没有？我们直接把它打开好了。看一下后面啊，它后面需要装电池啊，然后这个是可以套在脖子上面的。开啊！粘在上面的，难怪我拆不下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放弃，粘在上面。我们直接把这个拆开好，然后抽出来。接好了，哇！拆出来了，各位。OK， 金田一，可爱的变身器。好，然后呢，对着后面讲话就可以录声音。还有金田一跟他的老爹的声音啊，可以录老爹吗 ？OK， 反正呢，按着的时候就可以发出声音。然后这里有按钮。犯人はあなたですね。まさにそれが犯人の狙いだったんだよ。然后犯人はあなたですね。还有两种不一样的发声。まさにそれが犯人の狙いだったんだよ。错吧，嘿嘿，之后就会看到我用这个来直播了。我们现在开箱的是这个我们的 C 赏，看下这个恶魔果实的能力者，这里面是哪一个人呢？哒啦！盘子，好了，再来是我们的艾斯啊，艾斯超级大只，这应该有30公分吧，我们先把它打开好。好了，各位，30公分的艾斯长这样子，哇，他手上还有火焰啊。然后呢，他有简单的说明书，的下面呢有这个塑胶，我猜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下方可以固定住吧。
没关系，我会等我回到台湾之后呢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上面的实际组装后的样子好了，先这样啦。Oh no, I gave my heart away.